签书会呢答应画刀相助。那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只很可爱的，来，我要咨询老师嘛，不用嘛，这个是爱访的第一张首张的那个 EP， 那也是冠甫老师帮我们录制的，非常感谢冠甫老师。那这个呢也是大家如果有没有珍藏，没有珍藏的等一下还有可以请我们身上只要有工作证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使用哦。那现在我们现在听到的整个会场说的音乐都是爱访的创作哦，非常好听，谢谢爱访，谢谢。那今天呢就要由他搭配的成云艺术班的诗篇，然后配上我们的爱访的天籁。那老师请问一下，在这个音乐领导的时候，好，陈云请问一下，在音乐领导的时候要注意什么，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姿势，用怎样的感受？其实很简单，只要你愿意放松，不过说实在放松是要学习的，那只能说在现在目前现况当中，我们就尽量让自己放松，尽量让自己是最舒适的姿势。那因为我在做音乐灵疗的时候呢，我所传递的，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我要传递什么，那我的还不为啊，真的，就平常就要清空啊，对啊。然后当我渐渐安静下来，你们的心也能够安静下来之后，那我的灵魂会与天连线，做一个最及时的传递。那我想大家可以体验一下。所以待会大家就是简单的坐着，然后如果是我们工作人员站着的话，大家就 OK。大家待会就以最舒服的心情，然后很自然的放松，享受在音乐里头，享受在那个陈云所传递的这个艺术诗篇当中。好，那大家现在可以放松了哈，不用再看我了，眼睛可以闭起来了。好，那是不是录音要准备？因为我们一样是全程录音哦，要不要接近那个陈云，这样比较可以直接。那个钢琴这边的灯可以再亮吗？这一盏，谢谢。